这边的第一个表演者这样。然后我叫做尤怡婷，然后大家如果有拿到那个音乐节那个小本本的话，可以看我的名字嘛。然后刚刚带来的第一首歌叫做《喜悦之人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因为今天这个感觉很温馨，就是很近距离这样子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大家就放松，放松的享受今天这样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第二首歌呢，唱一首抒情歌，叫《失意的补偿心理》。太痛苦，所以我选择忘记。这不是美好的一件事，犹如我想起。选择